考研成绩已经公布了，如果你报考的第一志愿单位，他不保护第一志愿的考生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宁夏大学说："很多现在的考研单位越来越喜欢高分的考生，尤其是第一志愿报考985、211双一流单位的考生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第一志愿的单位不要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"你要想清楚，也就是说，也许你应该现在就应该调剂了。你第一志愿已经报错了，再加之你的分数真的比较低的话，那我建议你现在应该立刻调剂。调剂到哪里呢？调剂到西北地区、西南地区你都很难调剂。如果你分数真的低的话，因为很多单位只要高分考生，就像第一志愿报考。